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FQQ 的非主流对抗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屏幕好像有点拉伸。没错，这是 1.24 版本啊，并不是 1.29 之后的版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，地图选择的是 EI， 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族 ID FQQ 大 Q 神，开局又是双桥祭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左边一名红色的兽族 ID 是一连串的字母，看来这一名兽族非常的随性啊。好， 1.24 版本的剑圣会非常的强啊，如果你玩这个版本你会发现火好多人都用剑圣，很少人用先知，不像现在啊什么 1.35 版本啊，基本上都是先知首发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。兽族这一边啊，果然还是选择剑圣的一个首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KQ 的选择，选择的是大法师。大法师首发，难道又是上次打那名欧洲玩家一样吗？上来各种下血，各种下血来骚扰对方。但是呢，这场对抗啊，对方并没有毒口，而且选择的是兽族，并不是人族。我们看一下接下来 FQQ 的一个发挥。兽族家里的话，商店造的稍微晚一点点，所以剑神上来应该是练这个点啊，练完这个点采购一波啊，再出外面流浪。大法师直接来了。由于是老版本啊，插件并不支持，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这边的大法师的一个技能选择。好，看一下这边大法师双敲，所以英雄出来的比较的早。那过来出来之后，过来骚扰一波，看一下剑圣怎么选择。好，大法师来了来了，一见面一看，哎呀，剑圣刚好也出来，有点尴尬。那大法师还没动手呢，对方已经出来了。好，这里派一个大技跟着你大法师，然后剑圣也开开心心去练级了。这个版本的剑圣啊，强度非常的大，只要搞点神装，大法师几刀会被秒掉。大法师现在只能够啊带着对方慢慢逛街。看一下，这个剑圣的名字很不错啊，卡金德啊，不过运气不咋地，打了一个守护指环。卡金德反过来就是德金卡。好，大法师来了来了来了，又继续来，但是对方好像还是没有走远。好，大法师挑逗一下对方，然后想去打断一下剑圣的一个药膏。剑圣跑得比较的快啊，暂时没有跟到。科技情况 FKQ 升的倒是比较的早，直接是毒口，然后造了一个伐木场。大法师继续过来，这边的话，技能还没点吗？技能还是腰，还没有点。他还没有想好到底是选择水元素还是选择这个暴风雪，依然还在兽族家里挑逗。但是你挑逗来挑逗去啊，并不影响剑圣练级啊，应该是打跑。剑圣呢并没有派大技跟着去啊，而是大技守家，剑圣一个人在外面流浪，看看能不能搞个空爪呀。哎呀，这运气真的是没水了啊，两个加二的指环，这什么运气啊，真是没到家了啊。剑圣想去杀农民，但是这个口子堵得比较的严实。FQQ 开局双商店。这个版本人族的话，塔坯子一次刷新是三个啊，现在 1.35 版本是刷新两个，有很多变化。好，剑圣呢选择继续打宝，我就不信这一次我又打指环是吧。现在剑圣双指环很硬，应该可以练着这个五级的蓝胖子。大法师呢继续带着 FKQ 啊逛街是吧。 FKQ 的话，好，卖 TP 买单船了，应该是要回家了，因为二本好了，他应该是二本想整活。看一下这边五级的蓝胖子能打一个什么好的道具，一刀两刀，终于是公转了啊！确实 1.24 版本公转是加六，并不是加五，这里很多是吧，都有一些变化。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回来了，明兵一敲，哇 FQQ 不造兵直接 TR， 不当人了啊！哇，三商店，家里再造一个商店吗？这边一次三个，你这格子都不够了呀。我们看一下水元素哈，还是真的是水元素，但是对方家的大技的数量也不少了。FQQ 这边的话拉了六个民兵过来，好，大法师单船，比兄弟们还更快过来啊！上来直接买了五个塔坯子，全部放下。家里的话又补了一个商店，那大法师等会儿还可以再回去运塔坯子过来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接下来看看，塔直接开始升了，看一下。这边这个距离啊，对方应该是看不见的。FQQ 又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卡视野，对方暂时没有发现啊，家门口有塔。这边剑圣，突然面貌一新啊，焕然一新，神装了啊，双头环一公转。啊，这个大技应该往这里走的时候发现了，大技出来的时候应该是看见了对方有这里有情况，那赶紧过来回防，趁对方的塔还没好，赶紧拆。
啊，剑圣来了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剑圣是不是好，直接是秒大法师，二级剑圣直接追着大法师砍，然后开始拆这边的塔了，农民开始修，剑圣开始拆塔了，大法师走了，赶紧拆，这塔要起来之后，哎，完了，塔要起来了，哇，四根塔马上起来，剑圣疾风不易，开好又追着大法师。这边大技的话有点扛不住，二英雄这边选择小歪，到时候升一个治疗波，一个大技倒下，两个大技马上也要倒下了，这一波大技还是晚了呀。看一下小歪，看看是升这个治疗波还是升妖术，如果升妖术的话直接秒大法师，好，升妖术杀心很重啊，直接秒大法师，一刀两刀三刀，哇，大法师直接被砍掉。那我们看一下兽族家里的话，战争模仿安排好了，可以的，问题不大，二本一好，战争模仿安排好，接下来出车子慢慢就可以把这些塔给拆掉。家里的话为了、怕这个塔被拆，怕这个兵营被拆，里面再补了一个兵营，可以的，兽族还是比较的冷静啊。哎，这个大技刚夸你啊，这个大技的话憋在小角落跑不了了，没办法，妖术也不能变水元素是吧，只能看着啊被对方给拆掉。好，大法师马上要开始一级大法师复活起来是比较快啊，这一次的话又可以带好几根塔过来。这边兽族一个车子已经好了啊，比如前线要造小炮，要对方对轰，这里第二个车子马上也要出来，哎，剑圣剑圣扛不住了，剑圣赶紧撤，剑圣扛了 N 多的一个伤害啊。这边车子的话位置很好，塔打不到他，但是他能打到塔。等到三个车子左右，啊 ，FU 大法师来了啊，伤害又开始买塔了，塔真的是多，就看到时候小炮和车子对轰，谁能轰得好了。好，第二个车子马上出来。看看这出生的位置，哎，还是比较谨慎啊。剑圣状态恢复好，等一下又可以秒大法师。这一局 FQ 这个 TR 感觉凶多吉少啊，对方现在东西都有了，哇，关键是车子又来，你想把他 TR 下来难度有点大，而且这个剑圣强度有点高，大法师一不小心走位可能会被秒掉。好， FQ 小炮也出来了，可以对轰，这边塔起来之后可以射到对方的基地，哎，这几个塔的位置很不错啊，这几个塔的话就钓鱼跟对方耗。现在兽族的话第三个车子建造当中，里面第四个车子马上也出来了，双兵营爆车子上来把你的小炮给秒掉，哎，不让你给我对轰，大法师卡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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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想让他把这个剑圣给处理一下，细节还是不错啊。好，现在对方有三个车子了，那这边的塔有点撑不住了，小歪我没有跟剑圣配合好啊，变的时候没有跟剑圣说一声。好， FQ 这四个塔马上好了，这有点过分啊，炮塔都出来了。现在兽族这个经济不是特别好，全部花钱用来造车子，这个基地要注意修一下。好，祭坛被拆，我们看一下剑圣，好，状态补的差不多了。好，又来了啊，贴个加速，一刀两刀，哎，大法师又被秒了，哇，大法师要几进攻了啊，已经二进攻。现在车子位置调整好，四辆车子，两个小炮，那剑圣还得补个状态，补到好状态去拆一波。哎，兽族这里，哎呀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基地要被拆，他一直在操作这边，但是忘了有这边。嗯，这也是一点这个二四版本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视距不太好调，嘿嘿，一不小心这里被拆了，尴尬。现在虽然被拆，但兽族现在家里的话已经有六个车子了，六个车子马上就七个车子了。按道理啊，对 A 的话，这个车子是完胜对方。剑圣看一下，好，药膏补的差不多了，补的差不多可以找对费搞一波。现在慢慢拆，这个小炮的话也是时间问题，一个妖术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，嗯，干掉。剑圣还是比较能抗压，哎，大法师又来了，一级大法师零经验啊。这里小歪妖术有没有好啊？没有蓝，暂时没有蓝，躲塔下面，剑圣身上有血瓶直接吃掉，小歪的话提前堵口子。哎，大法师这里跑得了吗？哇，这么多车子，剑圣继续去追，那 FQ 的塔全部被拆，这里还在奥出飞机，剑圣没有鞋，大法师也没有鞋，剑圣只要来一个疾风步就可以把它给干掉啊，马上就有疾风步了。那大法师现在有个单传来不及，血量太低了。好，七个车子直接把 FQ 前线的建筑全部拆完，那接下来就是兽族一个反攻啊，大法师岌岌可危，这一波 FQQ 好像要没了呀。剑圣疾风步一开，大法师直接倒下，剑圣四级，四级剑圣，一级大法师零经验。FQQ 的话好，二发一个山丘，那对方要打到家门口了，山丘才刚出来，对方浩浩荡荡的车子啊往前冲，
这一波剑圣身上没有药膏，好，山丘出来了，可以定一下这个剑圣，吹他一下。小歪身上也没有药膏，兽族现在是真没钱了，真没钱了，没办法，你不能怪他不买药膏，我是真没钱了。好，反攻，这里的话七辆车子，估计一两轮就可以把这个基地给 A 掉，可以全部农民暴动。这个版本的民兵比现在的民兵稍微强一丢丢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上来直接是秒山丘，山丘要被秒吗？看一下，剑圣开了一下疾风步，有点扛不住了。这里的车子拉扯一下，这里在操作剑圣，有剑圣被锤，车子拉扯一下，剑圣要倒，哇，关键是剑圣被围杀了，你敢信？这一波的话 ，FQQ 这一个山丘就能带领小农民翻盘吗？小歪要小心，千万不能死了，小歪三级了。这里民兵继续敲，好，兽族的家里的小苦工也拉出来了。这里山丘一来，这个小歪也被控了，民兵输出有点高。这里治疗波奶一口，可惜你不能奶车子，山丘补了一下位置，卡住你不让你走。好，这里车子的话，眨眼间七辆车子已经被处理掉，快四辆了啊！好，处理四辆，还有三辆车子，山丘吃个蓝屏，直接把小歪秒掉。哇，这对方直接退出游戏。对方心想，我那么大优势也能输。好，我们恭喜 FQQ 啊，这一局的话 FQQ 的话打的还是比较的奔放啊。好，喜欢本场背对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